大家早上好，玩也玩了，剧玩也玩了啊，该收收心，在家里干活了。现在来到楼楼的丈母娘家，割那个红薯苗，拿去给鸡吃。玩了几天，好久没出去玩，一玩就玩疯了。也该收收心了，去见我的出去员，喂我的小鸡，加油！楼楼还在吃早餐，打的包来这里。啥啥？吃点啥？早上起来的晚了点，就是赶不赢，赶紧打包一盒拌粉来这里吃。我们不一样，我这红薯苗，这回加味鸡翅。小伙子，我侄子。要长一点。哎，最近怎么割？今天我侄子是主力啊，我就在这里做帮手。咱们割了这个，现在它卷起来一下，整整齐齐，把它卷好了。等待，来，先拿给我。这个可以啊。那你玩一下，看看会不会玩。剩下的就绑起来就好，哎，完全塞到里面去就 OK。嗯，这个好，荣获奥林匹克一等奖。这说错了，是那个叫什么精英影帝一等奖。啊，你不都没红薯吗？那你看那红薯都不大。我跟了，跟在哪里？我侄子啊，虽然这个做的少，但真正来做啊，他还是挺会做的。就是刚开始做的没有这么熟练而已。赶紧干喽，干完了回家哦。回家还得干。回家不要剁给鸡吃吗？要不然割它干嘛？我走不过他们一下子就走过来了。关上，上车。
来到了这里，在修那个我们村方上也修那个水自来水，所以现在不好进去，在修路。我们的车子停在那里，停在那里。那个车子停在下面，一路提上来。听我妈妈说，那个鸭子开始生那个蛋了。终于到家了。这个红薯苗啊，你一定要将它倒出来，不倒出来的话，它闷一下它就发热，一下就黄掉了。又能吃好几顿了，这个是省钱的好办法，要不然都养不起它们，快把我吃穷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那个那天我弄的那个酒，米酒在哪里啊？在厨房。去看一下，先洗一下手。还没看你就想吃。哇，好香啊，闻到了没？闻到了，酒香，真的是好香。小心哈，别掉那个下去。因为这个冷天了啊，好，旁边冷天就要用这些稻草盖好，不盖好的话，它就没有发酵的温度，它就会冷坏。就先抬，不要哎，跟你说说抬起来。好都没好，你抬起来。要抬，抬到了房间去。到了多久啊？到了时间。首先哈，有那么重哎。再放，放的时候。就放这里吧。先放到外面去，外面。这里光线太暗了，影响我喝酒。哇，真的是好香。狗也来蹭肉了。狗也想吃，你看它也闻。大爷看，大爷看。它也闻到了香味。把它赶走。这个展示一下，哇，好香！咱们就是糯米酒甜酒，先盖好。刚才割了这个红薯苗，这手好脏，先把手洗干净来，来尝一下这个。勺子真会勺子。这是稻草，没什么关系的哈。酒味，下面没多水，这是酒，这么一点，还没发酵出来，好甜，咱们这种啊哈，酿出来了，不放这个水的话，真的是跟蜜差不多了。纯米酒好像也不放糖哦，哦不放水哦。建议走，抬到下面去。抬到下面去。这是我妈妈亲自酿的米酒。不然呢？好，抬到房间里面去。小心点哈。慢点退。宝宝。嘿，啥个鬼？等一下，我来看吧，放在下面。
放到房间就可以。不是，等一下妈妈搬不动，就放在那脚下可以。嗯，可以了。等一下妈妈还要挖，还要挖，她要挖到那个坛子里面去。现在我儿子回来了，不用我挑水了，有人帮忙了。哪边？前面。他配合不得。我们的井为什么堵的？我们的井为什么堵的？我们井里面也没水呀。我儿子跟我一样，不爱打扮。他什么衣服都可以，哪怕是别人给的衣服他都会穿。我儿子说不挑，你要提。你看这个树上的金鸽子，就是我们村庄上别人家的。我来弄一颗来吃一下，看看现在好吃不好吃。弄了半天就弄到这一个，我先尝一下，看看现在双杠了好吃不好吃。现在好甜，现在不是煮了。等一下去问一下，问一下弄几颗来吃。真的真的现在好甜。掉了好多，地上掉了好多。我儿子提到家了，他来跟我拿那个扁担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家里们记得点点关注哦。拜拜。